小爱同学，哎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成都成华今天阴，15度到26度，空气质量指数57，空气还可以。小爱同学，哎，播放一首符合我气质的歌。你的气质里有一丝可爱，有一丝搞怪，清澈直接。今天早上我的沙发好乱，穿上外套，穿上裤子，穿上鞋子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定一个5分钟后的闹铃。好的，你帮你定好5分钟后的闹钟。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坐着上帝到我窗。